DIY 清爽卸妆凝胶，准备材料如下 ：AVC 凝胶粉一克，搭配蒸馏水99克，调制为凝胶状态，分次加入，搅拌均匀。AVC 凝胶的部分完成，可以来制作下一个步骤啰。将 AVC 凝胶65克和13丙二醇15克混合，搅拌均匀。接着加入橄榄乳化剂15克，搅拌均匀。最后加入液态纳米银5克，搅拌均匀。装入乳霜罐就完成啰。我们来试用看看，第一个是护唇膏，第二个是遮瑕笔，第三个是一般的唇膏，第四个是防水眼线液，第五个是游泳专用的眼线雕笔，看起来就很防水。话不多说，大胆的涂上去，看看效果如何。用指腹按摩搓开，前面三个轻轻搓就卸干净了，后面两个防水型的则无法卸除。是一款温和的卸妆品，卸妆力适用于日常淡妆，较不适用于卸除具强效防水防汗功能的彩妆。一般淡妆的人用这款就很足够啰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喜欢和订阅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最新 DIY 教学不漏接。